节了，怎么玩呢？挑战的队伍呢，四个人分别背上这个拉力绳的这个背带，然后他们要合力呢，把这边的这个桶子收起来，然后这样四个人一起移动过去到前面的那个小平台上面，叠上两个桶子，我们时间才会终结。天堂路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来比看谁最快完成可以叠两个这个桶子的这个时间，最短的那队就获胜。倒了就继续回来补上去，叠到两个为止。准备好了吗？小赖队先挑战。好 ，The problem 计时开始。来，谁队长？来，准备好，慢下，勾起喽。加油加油！先下，加油！孙三那边进去吗？我可以停的。雨婷，往前。小心，不要急，往前，走，手接到不到，默契啊，默契，那你先过去，默契，好痛，走到彼此的这块，好痛，来，我们先移动，红色，来，稳稳放，小心，好痛。孙总，斜对角，不要桶子回来一点，你小心他倒。孙三跟李毅往我这边走一点。雨婷，你要后退，雨婷，你好一点。雨婷要后退啊！雨婷，你要后退。先蹲，停。回去。来，再开，好痛，开。好来，斜对角，再试，斜对角，过来啊！等一下。那个离要后退啊！我知道，我很痛。哦，对，往下，辛苦了，离。停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来，吃进去，用刺的，停，小心，停，不要跑，小赖那边卡住了，完了，你往小赖那边卡住了，好，压好，收，好痛，来，Oh my god！ 小心哦，稳的。我先等你走。好痛，好痛，痛的感觉。这个健康步道有一些中心的休息站，真的好痛。我们先停，我们中立的休息站。等一下，小心。到，好，慢慢，金色先碰到，来，金色。好，我后退了。后退，好停。后退，停。等一下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走吗？等一下。可以啊！我动，可以啊！我动啊！很棒啊！没有办法！好突然！先放走！等一下！不行，不能当这个！小赖，你后退一点点！我后退会倒的！引擎啦！瞬间暂停！没事，等一下，你们完成的很好哎，对，你们是冒冷汗啊，但你们忍不住帮我加油，因为会忍不住，因为真的很痛，不想要倒。Fighting！ 你刚刚是多怕痛？你们两个这一组很这一条路线很怕痛，好痛哦，痛成这样，真的没感觉，你们完全没事哎，你完全是来，好像没有天堂路一样，我不怕这个啊 ，OK， 太痛了，救命，很怕那倒哎，好恐怖，成功了 ，Fighting！完成的秒数是2分11秒，漂亮，百婷。好的，现在换伟静队挑战喽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了，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伸开，伸开，这只脚伸开，直接上来。有，过来一点，重是不是？下重心一点，对。有，不错。三倍天秒杀。等一下，不是，先拉头怎样？等下普天完全被拉走。我这边该出来了，再次，好，普信，慢慢剧情，慢慢来，好，往前，会掉，好，走 ，Let's go。没有人拉你，普信被鬼拉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好，好像这种比较没有害。有啊，等一下，不信你过去一点，你回去一点，对，很晃啊，很晃啊，等一下，不信你，来，力气太小了，我是很快，对啊，好，普信，等一下，戏精哎，
不行，干嘛？没事，你过去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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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倒了，不行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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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吗？等一下，不是我吧？不行，再回去一点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吗？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哎，这不知道怎么掉出来，不行，不推一点，没有，倒了，再往后拉一点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倒了，啊，叼住，叼住，叼住，快点，快点。起来啦！可以啊，好快哦！哦，很快耶，很快！你是快，你怎么一直被拉走？是不是啊？对，我好像要袜子太滑。哦，因为刚果心一直呈现被拖走的，果心看像鬼片哎，被拉走。但你们这边是比较不怕脚底的，是不是？很痛，没有啊，很尖哎，很尖哎。OK， 但你们完成的速度我觉得非常的快，对，伟静秒出1分59。粉红奶泡队就输了，就是我们同队，我们两个怎么是有魔咒？是这样，一定是输，不会这样。好，接招小白要怎么玩呢？我们这一关呢就是1对1的 PK， 那等一下会有攻击方，他会手持这个面粉的软棒，然后要攻击对方的头部，你必须要说接招吧才能出手。出手，对，然后反正出手一次就换对方。攻击，然后一人有3次的机会，然后看是两队累积哪一队的分数达到比较多下的就获胜了。OK， 这果超多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但是因为今天你们前面的游戏，对，都目前都是输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给你一个 bonus， 什么？粉红奶泡，直接赢吗？没有，别太包太包，这一关。你来指定要 PK 我们谁 ？OK， 对，给你们选人。好，对。那我们女士优先啦，我们照辈分，女先。你想是好事吗？你想打谁？你自己讲。总又有序啊。你也可以先把铁牛选掉。牺牲打，牺牲打。看你，看你。因为我觉得季辅宪灵活哎。对，你就不要选。我其实也觉得季辅宪灵活。我以为你们都想选我。季辅宪，而且很难防御的。而且季辅宪因为我们的高度，我们要挥的频率太大了，所以他会比较好防。懂我意思？你想选铁牛吗？铁牛是没有很灵活啊。哦，你觉得他可能比较短空？是吗？是你讲？对啊，你讲的。你想谁？你想挑战谁？灵活慢呢？反正我们就豁出去，反正前面都输了。真假的？那我壮壮好了。讲那么多，讲讲成这样，以为你要选铁牛？好，壮壮请出列。来来来，铁牛防御型的玄武啊，你要选攻击吗？选攻击是不是？感觉是灵活的。哎，记得我们是要接招吧才可以打下去哦。你可以骗他，但是一定是接招吧这个词汇哦。这个词一定是粘在一起的 ，OK 哈。好。好，来，每一集都有20秒哦。好，你一攻击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接招吧。好，接招吧。爽快，好强！你怎么演那种超没事？来来，再站一下。交换，交换，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，哎，报仇！零好 Q 哦，怎样？1比0，你加油，直接开始。我握一下棒子，对对对，真的握一下。好，这样。这老艺人好心机哦，资深艺人的 tempo 很难抓。OK， 好了，我看一下棒子。我喜欢老艺人，开始了，你自己开始，你自己开始。接招吧！1比1，也太慢了吧！继续换组，好玩，一人3次机会，这么玩哦，哎，这个很玩手艺，神器啊，不一样，每一次你都花吗？你以前没有那么好混的，不行，反正我都整好了，我天生也有实力，不要把我一分了，听我声音，李毅。听我噪音，不要握那么深，听噪音啊！好可怕哦！好哦，来接下哦，真的要结束，好可怕，眼睛会金眼粉啊！接下哦，哇塞，接下哦！哇！你干嘛？你没接招吗？你干嘛？这分我杀！这分我杀去！壮壮来，换你当攻击，没有，干不算，没事，你不要没关没事，心思想打了。记得要喊接招吧哦，好，听少林。好，接招吧。要防守了，来最后一棒交换。
在那会接招吧，接招吧，接招就喊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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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得好多，小手你要做面团是不是？你这超级拿爆了，参与节目，你还要砸地上耶？现在怎么落实了？裴少爷，记得喊了，接吧，接吧，接接接吧，来，还有一站，还有一站，最后一站。来回来，你过来，再过来，你给我多一点，你给我多一点，壮壮，愤怒一点，还有一点，鱼摆大主厨，卖鸡排是不是啊？我们同在的，我们同在的孙山，鸡柳条啊，你这太多了吧？卖鸡排的呀，你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好恐怖，你们第一个，你是老一个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就是疯了吗？快来，你在做什么？接招吧！接招吧！有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就是二比二，二比一，零一两分，壮壮一分。OK。哎，这个一定会大超了，哎呀，好恐怖！全部不见了，壮壮已经全脸白哎。好啦 ，Oh my god， 雨婷，算了，你要选谁？我是你就选铁牛，不要我玩这种，真的特别酷，因为铁牛可能会脸上死。对，相信爱，然后再逼你学铁牛，因为不是真的，我了解铁牛，他对漂亮女生都会很心软心疼。所以结婚了吗？你刚这一套有没有跟李毅说啊？对啊。等一下，你是要选季普清是不是？你想跟季普清玩呢？哎，是不是会打消打脸？那是肌肉记忆啊，那潜意识啊。你选来，请选择。战术的话，男生不会打女生。好了，随便你。为了节目牺牲不行。普星。我要选，我还是选普星。女星，女星，你没有看，姐姐有一个大铁拳。大铁拳。他不会，大铁牛人温柔，很温柔。对。啊，普星，请上位。铁牛真的温柔啊。你好，谢谢。你自己沾啦，你自己沾啦。这个是因为我们互相留手下，是吧？你们互相手下，我就直接到你头上。好了，雨婷先攻击，季普星防守，听哨音。看到，看雨婷，时候到了。接招！什么意思？没打到。有吗？上有吗？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没有什么。雨婷来了，雨婷。接招吧！啊，有吗？有，打到。好。接招！有。接招！雨婷，你还有一次机会，来，不要骗他。雨婷，快点，真的。我们是学生，不是客气。雨婷，你已经会。雨婷需要轻便了。对，雨婷要轻便。要轻便了。先祖之锤，没事啦。好，聊好位置，听哨音哦。加吧。啊！亲戚的吗？接到了，我接到了。我太让他接到了，所以有攻击成功。我打到了。好，那换普星来最后一集。睫毛。普星加油。你刚刚是给我怎么粘的？这是目标局了，可以多浓就多浓。鸡排，火星，我们是蓝色的脚，我现在是粉红脚。真的像你差不多。好，听哨音哦。你真的选我不好看，我可以选，啊？可是如果队长 PK 又太合理，可是我觉得我可以选铁牛，因为我觉得铁牛会很温柔，因为铁牛会是温柔的。铁牛会很温柔，不然我后悔。铁牛给我大悔，真的吗？你想要铁牛吗？我想要铁牛，你真想要铁牛？那伟俊会不会凉起来？不会，对谁这么凉起来？轰炸，轰炸要炸裂，甜心轰炸机吗？来，粉红高压电吗？来。你选择是你要
要铁牛吗？好，伟静。我们先吗？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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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